嘞，接着出发。十分门前花木生，隔岸赏花灯，镜子藏新迷根，你举杯听我道一路风尘。桂花酒相思豆，天色微凉心思念成雪，夜影伴随我们，琴声满一夜安静到明晨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雅干服务区，这一路啊是经历各种地形，戈壁，然后沙漠、胡杨林、山川，还经历了200公里的无人区，现在来到这个雅干，今天跑了大概应该也有600多公里，给我跑得累的，中途休息了一会儿，今天就在这里驻车了。我们距离鄂尔多斯的话还有1000公里整，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跑到，明天应该跑不到，后天还得再跑一点。然后我们到这个服务区看一下，那服务区盖得跟小城堡一样，还挺好看，主要去看一下前面的那个饭店啊，什么开不开门。今天中午那边的几个还是开门的，但这边不一定开门，但是加油站是开门的。今天不开门的话，晚上的话就只能在车内自己煮泡面吃了。特产方便面饭店、餐厅、超市正常营业。哎呦我去，看一下里面，貌似好像营业着呢，写的是餐厅、超市正常营业，但我没拿口罩，一会儿拿口罩进里面看看吧。你进里面看了没？问你进里面看了没？我进里面看一下，它外面贴的是什么？餐厅、超市正常营业。嗯，干啥？哎呀，咬我！咋了？我抓不住它。哎！你在那抓着玩呢是吧？从这里进，那边门没开。从这边走进去。麦义祥超市，关门的。餐厅好像营业着，我听到柴气灶的声音了。啊，营业着呢，有人在这吃饭呢。营业着呢，都有人吃饭，我们晚一点可以来吃饭。啊，我们的晚餐，
一个土豆炖牛肉，西红柿炒蛋，加上一个豆腐。还好这种服务厅还是有餐厅的，可以吃的多，有饭吃就行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吃饱喝足，然后呢，我们准备把车。大家是不是又干坏事了？往那边挪一点，干啥了？是不是他弄的？又搬垃圾了是吧？是吧？往哪跑？再给我跑！又他干坏事的吧？是不是你？你还能跑到哪去？跑出去？这样一会儿到那边去扔。一说是他，赶快跑！我们是在额头床朝里面，我睡这边蹭完了。这是 WiFi 吗？感觉像啥呢？好了，吃饱喝足，然后我们现在回来切个西瓜。这个西瓜是在吐鲁番买的，就是当地的西瓜。看这西瓜咋样？还是这种炸口的脆皮西瓜，一切炸开了。现在在吐鲁番那个高速上那个检查站买的，还不错，很好。给月龙拿一块过去。拿个勺子把它，刚好一个，我们一半。好嘞，尝一尝吐鲁番的西瓜怎么样？还是很甜的。这个西瓜甜是到位了。就是不带一点点沙，带稍微有一点点沙就好了。